老板，退票。退票？干嘛要退票？我一条鱼都没钓到，你们塘里根本都没有鱼嘛。我钓鱼塘没鱼，别怎么钓到了？钓不到鱼那是您的院子，怪我塘没鱼。哎，要不你就给我退了吧？你看马上要下雨了，我不想钓了，我也没钓到你的鱼。就你这儿每个人都要退票，我鱼塘都不要开了，我开个什么开？真不能退啊？不钓钓，不给钓走走的。哼，行，那你别后悔啊你。切，让我看见后悔，现在连四个八个都不后悔。行，你给我等着你。等着就等着。哼，不给我退票拉倒，我们不钓小鱼了，我们换根长竿钓他这塘里面大个体的，换根七米二，趁着现在还没有下雨，我们抓紧时间多钓一点，上两个软鲶，七米二，走你。打点颗粒，走你。来了，终于，哇塞，终于来了！什么？哇，小草鱼！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！果然，我们用长竿就能钓到。你给我拿着大抄吧，你是故意的，抄他抄他！我的天哪！真看得起我，给我准备这么大一个抄网，天哪！来，正口，哇，这草鱼得有二斤，赶紧入货，一条都不能让它跑了。来，进去吧你。草鱼要是来，可不是一条，肯定是来了一群，我们抓紧时间钓。哎，娜娜。家都招贼了，赶快去看看吧，还在这钓鱼。真的、啊？快点吧，赶紧的走吧。不是，连杆呢？哎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这是不是你的钓具？哎，你吓我一跳，这些都是我整理出来的闲置钓具。真的假的？最近身边的朋友都在用闲鱼 APP 卖闲置，我也整理出来这么多，这些都是厂家给我邮过来的，还有我自己买的。你看这雷神钓箱，我的同款，今年最新款，我找出来十台没用过呢。还有这个太平洋的钓竿，这是我曾经自己买的，花1000多块钱的一根，也找出来十根，从3米6到7米2的尺寸。还有这个鱼线，看到没？太平洋的白金限量版，这平时我们钓黑坑的时候都100多一盘呢，现在找出来20盘给大家。还有这个美人鱼今年新款的鱼泥有约钓竿，10根6米3、7米2的尺寸。这些我全部都放在闲鱼上面，全部都骨折价给大家。这怎么才能抢到啊？上闲鱼搜索那小娜就能找到，记得关注我的账号哦。还有你们平时如果有什么闲置钓具的话，也可以挂在闲鱼上面卖了，赚点零花钱呢。啊，那我知道了，我也去抢一台。好，我赶紧去钓鱼吧。我天哪，这鱼怎么下的这么大呀？不行，我钓具还在那儿呢。走，下这么大的雨咱也得钓，钓鱼人就是这样，风雨无阻。我今天必须把老板盘了。草鱼比较多，我们挂两个玉米。哎，来了，终于，哇，来了来了，哇塞，过来过来、啊，下雨天口更好。来，天哪，这一看就是个大货，这鱼还挺有劲儿的嘛，哇。哇塞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呀，哇，快快快！天哪，这个可赚了，大青都上来了，漂亮！哇，哇塞，天哪！来，终于，哇，哇，中鱼了！哎，这是什么鱼？哇，哈哈。今天这大抄网属实给力啊！哇，又解锁一个新品种，白色的鳊鱼，这个好吃。看，大鳊鱼一条，身上还热乎着呢。一会儿咱全给它带走，入货。哇，你看有彩虹，晴天下雨出彩虹，今天肯定有好事儿。继续，走你，漂亮。哎，一会儿一会儿，来稳住稳住，哎，吃了，终于，漂亮，小宝贝，哇，我一猜就是个草鱼，它是顶漂的漂向，来，哇塞，哇天哪，好长啊这条草鱼，
可不能跑了，可不能跑了！哎，别跑，别跑！好样的，漂亮！来，哈哈，又一尾草鱼！天哪！过来，过来，小家伙！正口，正口，只不过吃的有点深。看，又一条！看，赶紧入户！哎哎，还飘了，兄弟，终于，哇，直接给你拎过来了，小草一尾，看这口多正，看到没？正口十二点钟方向，就问你我这抓口能力强不强就完了。看，小草鱼一尾，耶，赶紧入库，我们继续，走你。哎哎，来了，终于，哇，刚说打个窝子就来鱼了。来看看这是一条什么鱼，这个雨天限制了我遛鱼的空间啊，我们就在这周围，看我能不能控住它。不要跑了，不要跑了，鱼兄过来。哎呀，来，还要发力吗？哇，天哪，哇，天哪，这条鱼个头不小。哎，我先看看是什么品种，是不是大个体的。哇，看到这大水花了吗？这什么鱼啊，管它什么下不下雨呢，咱就直接给它拎起来。准备准备，帮我抄一下呀。漂亮，抄到了。天哪，小青一尾，老板说我钓到鱼全可以带走，我一会儿全给他带走。正口。哎，来，鱼兄摘个钩吧。哇，还跑，还蹦啊你啊。看，小青一尾，只要是我钓的鱼都是我的，赶紧入户走。林雨林的麦克风坏了。无声版的遛鱼你们喜欢？看这杆子弧度，鱼不小吧？啊啊啊，上来呀，哇撒，原来是条小青鱼，看我嘚瑟的眼神。好了好了，时间到了，别钓。完了，时间到了，别钓。时间到了，这么快？时间到了啊。不掉就不掉。啊，掉多少？那你随便看。哟，哟呵，两个人掉这么多啊？给我放下，给我放下。啊，对啊，三条青鱼。三条青鱼。还有好多草鱼。回国好了。那不行，我自己辛苦钓鱼，回给你干嘛？不行。你要不我给你退票好了。我刚让你退，你不退，现在休想给我吧。你说掉都可以带走的。成，你给我记清，我记住你了。你记住记住呗，算账老板，我再来十个我也不怕你。走，装车上去，走，装车回家。